今天我们做老虎机第二集的测验，也是一样放100块，看可不可以撑过10分钟。经过高人的指点，他们说这个机器如果这个块满出来的话，就代表快中奖。那这个如果没有要满出来，就是不会中奖。我们来玩玩看，看他到底是不是在放屁。我们就玩这一支。会员卡可以积分很重要，捅爆他，然后再放入你的钱。好了，开干！这个永远要按这个最贵的、啊，黑妹。这个超贵的。对啊，一次扣10块。一次扣10几块。一次扣多少？对啊，一次扣9块。一次扣9块，没办法、啊，我们的。遵守游戏规则，只能按9次干。怎么样？钱都跑进去又没有给我。好吧 ，win 的，我不晓得怎么 win 的。他会连第十连三根。黑一千。所以呢？按这边加进去了。没有啊，他说赔我1000，然后我还是在亏，我还是在亏钱呢、啊。又赔我1000吗？边讲边按，当然越来越少傻啦。哎，我们撑不到。这个摇钱都是这个游戏超赔钱的。2000，相信，拉车多开啊！我已经讲不出话了，知道吗？妈的，零元，还可以按5次，好重啊！哎，六千。六千要60啊！来了，我到达。有没有？危险，可能撑得过哦。慢，好像有转机。不要，大开吧。转到那边，哦，有了，2万4，2万4，哎，我不想玩了，20分钟了，你还能转身，你可以拍下转身跑了。5分钟了，我觉得我们剩200的时候停了吗？就输100就停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会输的话，我也输。然后开之后就是另外一个瞬间，334，234，比刚才猛。3000，可以，3000是重点，一个人是150，我就是，至少要算一个。好像每次有这个数出现是最多分。你看他就是全数啊，废话。可以。
真的看不懂，只有他看得懂。我看得懂啊，我可能太低级了。都没有扶，有扶才有那个，才有金币才会让它爆开。那它爆开怎么办啊？什么时候才会爆开？就要一直中扶啊，一直中钱进去。哎，两千，你干这个老虎真的超多的，老虎很多钱，老虎很多钱，金老金狮子啊，这老虎，金狮子，哇、哦，哎，有连真有连哦，六万，哎，好、哦，三万，稍微有点看懂。爆开我会赢多少钱？抽奖是不是？对啊，它会有一个爆，我可又更满嘞。那所以你就一直玩那种快满的不就好了吗？对啊，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机台会很难受啊。哎、欸，三个，哎，各位观众，你知道吗？已经九分钟了，我在拖时间，拖很凶了。炸呀！它很难爆的感觉。你明天下来一定就爆了。但是你就算爆，可能也是拿31块。都不中了、欸。最后一样，等一下，不要停，最后一下，十分钟了。Hello， 最后实测，放100，出来194，又赢了94块。我以后呢不打 poker 了，就按老底。